回去啊，再喝点菜吧，俺那头家里喝点菠菜，好吧。咱离得近，咱愿啥时候好啥。哦。他这菠菜长能吃了还得。可是，好吧。前两天不能。这天暖和了，长得快。嗯，这韭菜也长些了。嗯。那菠菜。嗯。好吧你。菠菜炒鸡蛋，菠菜不甜，菠菜炒鸡蛋。我回去能把菜都炸一个青菜啥？啊，当然，咱就再搁点韭菜，明天叫你搁韭菜。嗯，搁点吧嘞，啥也弄点吧嘞。这个长又大又厚，哎哥，你不知道乱，搁这里头那乱，乱，那给我长长，这刚长出来的。每天嘞，只要在往这得种点儿，种的今年了往这种的，这不能豆角、大米、黄瓜都得种。走走，菜馆的小菜园啥感受哎？好啊，啥还是整的好好嘞？是，跟你不一样啊。跟你不一样，反正不是农的。我不一样。嗯、你意思到这就叫我像老爷小弟是呗？啊，反正不是农的，看到规划都规划好了，哪会空过来都有知道种啥的。可是，就是。往后了，你也得像个老爷小弟。你也得像老爷多多小心。那是不行。